五股茂商里土地公庙旁的幸福公园，当地里长萧明霞向公所争取改善下，将公园内步道重新施作，并寻求庙方协助新建两间公厕。如今公园环境变得平坦舒适，让附近的居民有一个安全友善的休憩环境。五股茂商里土地公庙旁的幸福公园，萧明霞里长指出，公园内的步道是由大石子堆砌而成，常年来以高低不平，造成许多长者不慎摔倒，便向公所争取改善。日前已将步道修缮完成。那我们的公园当初它的地坪是不平稳的，是一块一块的石头。那长辈要去那个福德宫土地公拜拜的时候，走路都会跌倒，所以有鉴于此，我把它的整位路坪，把它整个做整修。萧明霞表示，公园旁有土地公庙及篮球场，每天来此运动休闲及祈求庇佑的香客众多，为提供给民众一个良好的如厕环境，经庙方的协助下，新建两间公厕，方便民众使用。因为考虑到篮球场就在旁边，那小朋友年轻人在打球当中要上化妆室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在两个月前我们做了一个改善，建造了一个化妆室，让打球跟来到附近运动散步的长者跟居民能有一个很好的环境。萧明霞表示，很感谢公所的协助，改善后的公园环境变得平坦舒适，让附近居民有一个安全友善的休憩环境。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。